3月14日西洋情人节，难得妈祖在进香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情人节，彰化的信徒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要祝白沙屯妈祖情人节快乐。放在前面。新型的情人节巧克力旁边还有羽毛装饰，中间是粉红色的玫瑰花，要送给妈祖的鲜花鲜果一次完成。另外还有一颗一颗散装的，总共有5000颗，要送给牛丁卡。情人节快乐！来来来，小心了！有吗？到这边了，才到这边了。跟在一起了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每一颗巧克力都有圆形包装，还系上了红色的腰带，是白沙屯妈祖进香过程当中专用的。跟随妈祖进香的香灯脚，开开心心过情人节，领了巧克力，吃在口，甜在心。好，把时间交还给彭内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